这张脸虽然还原度差了一点，但确实好看，在火影 VS 系列里真的算很难得了。今天跟各位一起看的是由眼镜厂2023年2月发售的《火影忍者 VS 系列赤杀之心》，首盘高度在15厘米左右。先来看明雕，我对火影 VS 系列一直的要求就是，别说做的还原了，只要不丑我就知足了。结果这次做的真的还蛮好看的，还原度上确实还差了一点，不过这个神态和这张美少女的脸还是非常符合蝎子气质的。头发的层次感有表现，并且有全底色覆盖，身体方面的造型跟涂装非常简单，衣服上就是一块黑色塑料，加上一些色彩的勾边，祥云的图案是印上去的，不过整体的消光效果都非常好，一点也不油腻，没有丝毫的塑料廉价感。衣服的褶皱动态感呢还挺舒服的，基础操作。像手型方面就有点过于简单了，不过像戒指的小细节也还有表现。脚趾交代得蛮清楚的，就这个支架有点难受。这个蝎无论从造型上还是涂装上都非常普通，没有任何亮眼的地方，不过脸好看他就赢了。如果想凑近人物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入手的。最后感谢你的时间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